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OK， 下面我们是《侠客饭团》前传，又没有 DLC。现在我们要去玩的关卡是海沙帮。海沙帮作为丰都常年的贸易伙伴，近日又与丰都唐土的生意分得了在东海作业的海域。然而，在天文教清宫各位哈派的时刻，海沙帮却惹上了麻烦。大哥敖广罗萨，虽然与天王教无关，我自己接到一个你们可能有兴趣的消息。是何消息？湖广洞庭的海沙帮大哥可有印象？护沙熊天霸也是张母的老相识。熊天霸那满汉前些日子还很好，分块东海海域供他海沙帮作业，莫不是又惹什么麻烦？你猜得不错。哈，那家伙又干了什么好事？海沙帮在东海之上劫了艘朝廷的宝船，同时寻找了粮船也罢，可这艘官船却偏偏是一艘和亲的宝船。和亲？这和谁和亲？难道是那黑种倭贼？往东北去的宝船还会和谁和亲呢？哈，熊天霸这次可劫得好。竟劫了和亲的船，熊天霸的势力也是越来越大。送去和亲的姑娘是谁？是云南穆王的掌上明珠，名字叫穆品。穆王啊，妹子，熊天霸劫了这宝船，却又与我们何干？黑种罗瓦纳是为了迎接这位新娘，身边没带多少军队，听闻宝船遭到海沙帮劫持，气冲冲便率着亲信护卫赶了过去呢。哦，没带着大军，不错。上回差点结果那窝贼，这次可又是老天爷给咱们的好机会。背船，咱们便趁那窝贼气在心头，断了他后退路。问他有呼救的机会，这一次定了结果了他。哎呦，我还以为只是小小的拯救海沙帮，想不到竟然是跟黑种罗王打架。好，那我们就冲一发。哎，哦，有了。对。奴等小子不知天高地厚，敢敢劫了本座夫人，本座为了奴知道，奴等犯下此生最大的错误。哎呦，陆少林，哎，这么漂亮的姑娘，要和你这个男不男与木女的窝贼结为夫妇，暴殄天物啊，实在是暴殄天物啊！嘿，你已经不是这东海之上的主了，丰都都能拜你一次，我海沙帮自然也能。黑种窝贼开的价，想要我们要出这个小姑娘，你拿什么来换啊？开价好啊，本座便用卢人的性命做交换。当看黑种罗王一个重要，身形有路，鬼魅一瞬之间竟已来到熊天霸面前。大哥，好快！一旁死意陆少林要拔棍抽刀已是不及，熊天霸大火要举起更是费事。眼看便要将命送到黑种罗网真相，窝贼要留下性命的是你。黑种罗网突厥后方强大气劲袭来，足下真气一运，飞身后要避过了身后严丹身逆发而出的无间真气。阎罗王，丰都阎王，丰都阎罗啊，是你？怎么回事，妹子？你认识这女的？窝贼，你要是念念不忘这女娲儿，那究竟有什么好，值得你这般朝思暮想？本座可没义务告诉卢等。也罢，阎某杀了你之后，自然能问得出来。弟兄们，是时候结果这窝贼了。窝贼，还我良心性命！老哥，弟弟今日为你报仇雪恨。大哥，咱们跟得上吗？那还用说？咱们能把风头全让丰都海沙帮？既然这窝贼没有和咱们做生意，咱们便将他船上东西扒了一干二净。赌上敌人很多，请赶紧撤退。闭嘴！本座乃是这片海的主子，军士把本座的军士叫来。赌上，敌人已经将我们包围了，这些家伙全部给我杀了。好，这边好像有一个道具，隐藏道具。不过东西不多，好了，我们来开干了。
应该很容易的。兄弟相逢三碗酒，兄弟一生四海情，兄弟来送一个吗？这想要不要抓？应该不用啦，人太多了。东海大寇，好，我们快速把他们解决掉吧。天都打，你们他妈打不腻是吧？哎，上官府的清兵被抓到，我们队伍的话，就变红色的那个衣服了。你要向我下跪，这可不敢当。你要向我下跪，这可不敢当。大伙上，给他点颜色瞧瞧。护镖啊，小心点子。哇，直接飞下来。就算前面无路，本座踏过的地方就是道路。黑种国王，你有今天啊。劈了他。走错地方。三千雷动，真到我的回合。哎，为什么还有霸体啊？上门丁一出手。就是结果。哦，破坏游戏平衡哦。我觉得上官府的那个清兵，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啊。虽然没有青城门人那么好用啊。轻轻松松就赢了。十六创雨啊，打到这个。经费起笔，严丹生功力较数年前与黑种龙王相抗之时，又是上了一阶，无间七境之强劲，早已凌驾黑种龙王的三千落水。黑种龙王本已身中数刀，真气已难以凝聚。严丹生这刀也用上全力，不偏不倚将他挡架在右臂给砍飞了去。但他鲜血直流扑倒在地，环顾四周，痛苦喘息。难得，本座明明是这片海的主。我怎，我连放下这杀业，脚痛细命。妄想，全是奴等的妄想。
本座是不败的。那种罗王颤抖的身躯，勉力站起，更多的鲜血从他断臂之处流出。他眼前一黑，险些又倒下去，但他被椅子传染徒自支撑住。我者，你死到临头了！罗刹挺枪上前，正在给他最后一击，就见黑手罗王仰身高下一个翻身，落入了汪洋海大海中，鲜血缓缓在海面上氤氲开来，好似在海里随风飘扬的一抹淡淡红沙。这窝贼倒是死个便宜了。结束了，这窝贼总算不没有结束，没有结束。这几年倭国客商传来的情报，就说咱们当年将这贼子重伤之后，窝贼便又陷入了战争动荡之中。黑种龙王虽然握有大权，但实力已不比远征孔雀王朝之时来的强大，自然引得下头不少野心勃勃的领主与之相争。这次今日要与朝廷和亲，想来是为了巩固自身在倭国的权位。只可惜这一时的盲目照进送他性命，未来怕是有另一个黑族龙王自倭国而起，这次打起严家百姓身家的主意。一切的根本终究在朝廷无心守护沿海百姓，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改变这一切。严家生走至自始至终保持沉默的少年面前，少年的眼神虽然是平静，却带着一丝迷茫。你叫穆平？少女嘴唇微微颤抖，似是在犹豫是否该回答。阎罗，这女人受海上帮所劫，你可别想打她主意。喂，小鬼，注意你的嘴巴！我怎么及时赶来？你们还能活着吗？咱家帮主既对这位姑娘有兴趣，一报还一报，用你海上帮的性命换一位姑娘，你们可没亏着。我可不记得有请你们来做咱们。帮主的消息可是凌空啊！该是归功这位孟婆大姐吧？嘿，在下海上帮上当家陆少林，幸会幸会。少彪老年纪轻轻便涉足黑白两道，倒也是不简单。哪里哪里，能得大姐赏识，小弟真是荣幸啊。我们和这位姑娘是旧事，今日救了你们海上帮这事，便算了，请你们开个价，我们将这位姑娘买下来。哦，强抢自然是不行的，而怎么买嘛，就有商量空间的。大哥，我瞧这是机会。我哪天阎罗说那黑种倭贼似乎千方百计想得到这位姑娘，他们的价可不能开低的。白银500两，5000两，这姑娘就变成你们的。严家生看了敖广，比了个手势，可以。不过咱家帮主有更好的提案，熊天霸，你不如先听一听。什么提案？我丰都用1年的盟约和你买这个姑娘，在1年里，你我两帮收入5/5分涨，手下弟兄互相支援，不分彼此，如何？盟约？你们打什么主意？是想借同盟之名并吞咱们海上帮吗？二哥别急啊，丰都掌握了外海不少商路，这5/5分涨说不准比我们自己干的还多。同盟不是吞并，这一点熊帮主可以认清楚。再怎么样，你没听过天龙教吧？如今这魔教从天都峰打下来了，熊帮主给你海上帮续存的机会，和咱们丰都一块抵御这帮妖人。你说天龙教？这么说来，最近大商场确实不太平静呢。恒教，你们丰都可要信守承诺。大哥，二弟，大哥不是不明白的性情，但丰都这做的不错。天龙教的消息我也注意很久，长期来看，无论是收入和战力，这对咱们都是有益无害。何况我们要面对的怕不只是天龙教，还有朝廷的官兵。嘿，这就叫利害一致啊！留着你们拿去吧，我们走。好广。派弟兄随行前往洞庭湖协助防守。知道了，你们几个跟上。是。子宁，随我们来吧。速度过后，东海分舵。哎呦，我敲我麦克风。这便是那倭贼千方百计想得到你的原因吗？是。而你现在将他交给我。孔雀王朝和黑种龙王都已经灭亡，我的目标为了圣女大人还有佛母要做到的一切我都已经完成了，现在守护她已经没有意义了，不如将她交给另一位有能力和理想的人。你原本不是交给古月轩吗？怎么交给阎罗了？哇，主角换人啊。小姑娘，哇，别说我太猛，阎魔可不敢当。我在这里几天所听到看到的都让我觉得阎帮主确实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不平，那位佛母在那之后你可有他的消息？义父虽派兵探查，但却是依旧音讯全无，姐姐莫非有了他的消息？
没有，我们这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是吗？若是他能知道，当初你们袭击我们也是不得已的就好了。这姑娘怕是还不知道佛母的心思。这大佛的事情，阎魔会详加研究。至于你，阎魔还不能放你回去。是我义父的关系吧？我明白了。有你在此，上能牵制穆王府的军队，替我们分担些压力。这是为了大哥目标着想。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受了欺负或是有什么事，就和姐姐说，知道吗？谢谢姐姐。如果还能为大家做些什么的话，我也会努力的。好孩子，来，这几日你也闷坏了，姐姐带你出去走走。啊，姐姐等等我。孟婆带着木品离开了大殿，林丹生缓缓展开手中那幅画卷。大婆诗经究竟有何奥秘，能引得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哦，增加大佛诗经内功效益。有吗？没看到啊。在哪里啊？好啦，反正就是感觉救海沙帮也蛮好的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然后海沙帮弄这些都不用了吧，金光标识我也有了、啊、这些都很烂的。然后我现在救了几个，一二，我觉得程度就不用救了吧。洛阳要，洛阳杭州都要，可是我想救少林，因为老少林跟孟婆有关系，然后洛阳会看好像会有游进出现的样子，杭州我不确定，看一下城网哦。好啦，这集到这边结束完，喜欢频道欢迎到我频道，主要放图片给订阅，欢迎到粉丝按赞，也追踪最新消息，谢谢大家自己收看的哦，谢谢，拜拜。